伸手，一二，一二，一二，对对，一二，注意上身，一二，一二，注意摆胯，摆胯，对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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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四，一二，哎呦，哦，你搞什么名堂？团长荣炳，戏剧也要现代化。学点洋玩意儿来丰富它，这就叫横向借鉴。我看你是啊，螃蟹过河，横着爬。莫说，哎，师娘，师娘，哎，师娘，我们要搞改革川剧新打饼呢。妈，你就支持支持吧。不行，现在剧团的任务是派王宝钏。王宝钏，王宝钏。王宝钏宣扬的爱情观念都过时了，还一天到晚王宝钏。站住！别糟蹋公务，把香汗衣、靴子都脱下来，马上就脱，我好找人洗。哎，残酷的女人！胡说！我叫你说，叫你胡说八道！哎，叫你胡说八道！看你说不说？哎呦！哎！戏曲还是要继承传统的东西，别迷恋这些洋玩意儿。要提高演出质量，必须在基本功上下功夫。来，我们继续练。听我口令：天、地、日。对，月、夜，黑茫茫的看不见。好，风、云、雷、雨、雪。你看你这手像兰花手吗？完全是小偷的手。团长说话也太可笑，别说话了，太挖苦人了。别说话，兰花手要这样比才美。你们看着我手，这样，对，好，继续来。你，我。怒，羞，
停停停停停，听着听着，笑有各种各样的笑，有欢笑、苦笑、微笑、狂笑、痴笑、呆笑、冷笑、奸笑、媚笑。另外呢，还有闺门旦的抿嘴笑。今天我们先来练抿嘴笑啊，抿嘴笑呢，我先示范一次给你们看。注意哦，闺门旦笑的时候要做到笑不露齿。好，来，预备，笑，笑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开单份儿，一个一个来。珍珍，你先来。好，预备，笑，笑。哎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笑要发自内心，要注意眼神和身段的配合，多想点高兴的事嘛，你们自然而然的笑出来了嘛。好，再来一遍，预备，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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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。这个没发工资，只发点生活费，大家都笑不起来。哦，你们还想吃大锅饭呢？没门儿！你搞的浮动工资根本就行不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金队长说的。哼，金彩虹。李老前辈，别吹了，李老前辈，快把衣服穿上，快穿上。嗯，李老前辈，其实人家可是穿了衣服的，不信你看嘛。我不看，我不看。李老师，来喝咖啡，请坐吧。一股中药味儿，喝不惯，喝不惯。哼，那就没喝的了。李老前辈，那您只有干坐着了。啊，有事儿与你商量，剧团要排我写的《王宝钏》，安排你演甲角儿，钱欣欣呢演乙角儿，我先听听你甲角儿的意见。要我演呢，我得把女子健美操融化进去。什么？增加点儿刺激性。胡闹！你可不许胡来。要不这样，这些老掉牙的传统戏能卖到钱吗？开口就是钱，金公主。你怎么变得这么俗气呀？哟，李老前辈。你怎么变得这么傲气？什么新东西都看不惯，简直像。像什么？像出土文物。你。
小师妹，可不能这样对待李老师啊。他这个人呢，老保守，还崩权威，就得刺儿他一下。这样做也是为了剧团。为了剧团？你进来经常不上班，私自跑出去找外快，剧团里实行浮动工资，你又在下面说怪话，这也是为了剧团吗？当然是了，戏曲闹危机，传统戏卖不到钱，你拿什么来兑现浮动工资？我看你还是趁早收场吧。我们是自负盈亏的剧团，退回去还是没有大锅饭可吃。哎，小师妹，你就不能帮师姐打开局面吗？哎，你根本不是当改革家的材料。哎呦！师傅啊，借个气枪啊！董局长，董局长，少尉啊，我看你这老永久该退休了吧？哎，换换轮胎，还可以用吗？如今连个体户都在争买小轿车，你们文化局就不弄一部啊？哎，我们搞文化只有精神，没有金钱。精神可以变物质嘛？您管的县剧团有那么多漂亮的女演员，开个舞厅办个健美训练班可以赚大钱哦。那我说你别乱出馊主意。好，就算我没说该行了啊。董局长小王啊，哎呀，我到处找你啊。精神文明办公室打了电话，哦，说是要赞助排演王宝钏2000元呢。是吗？真是雪里送炭呐。通知剧团赶快排练王宝钏。好。这就是我排王宝钏的导演计划，或者说是一些粗浅的设想吧。用这种手法来处理，就叫做老戏新唱。娘子，意下如何？严肃点。是是是，请团长和各位同志多提宝贵意见啊。妙，妙极了。权益的这个导演计划既保持了优秀的传统，又有新意，这种改革就叫一步不换形。美哉呀，美哉。好好，我同意。我赞成。我同意。那就这样定了，各部门按导演的计划抓紧工作。我请假。为什么？嗓子哑了。你不是金嗓子吗？怎么在关键时刻变哑了呢？天灾人祸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你演丫头？啊？什么？你让我跑龙套啊？你假爵不上王宝钏，就由乙爵钱欣欣担任好了。哼，你这是以权谋私。
吧。看海吧。好像是这儿，我来看看。好像就这儿吧，是。王宝训，明明是王宝钏嘛。宝气，宝气。王宝钏，王宝钏是个干什么的？王宝钏嘛，歌星啊。歌星，歌星。啊，对了，是红歌星。是吗？对。票呢？啊，在这儿。啊，走走走，给，赶快去看看，咱们翻翻。走吧，咱们去看去，看看，走。爹爹，你送月儿起葬了。起葬啊！咦，王宝钏，你把老子逼得无路了！八八八，为父月儿三起葬啊！好好演呐，可别砸了。哟，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哎，好，哎，你们你快点，他准备了。菜楼下，王生公子我不醉，休计担罪。钻研起现代戏剧观来了，开开眼界呗。王子夫在朝为官贵，王子夫在朝把君陪。若要丑，你什么丑什么丑啊？太苦苦心，我看你出去。年轻人，不要去赶时髦，只有继往才能开来。你还是先学好传统戏剧观吧，老是在传统上绕圈子，戏剧只有被淘汰。好好好，老朽不与你后生争，不是争不争的问题，现在的戏剧观跟过去大不一样了。行啊，戏剧还是要讲究传统的，他要上场了，走吧。别着急啊，就这么唱，来，来，
摘松摘贝莫摘黄。燕儿不养吕家文武，王允若有一只小。自我感觉挺好的啊。给我水喝呀。哎，这是有规矩的，给唱王宝钏的先喝啊。哼，来来喝。哎，慢慢喝。捧角儿，老封建。沉着点儿，该你上场了。啊，别慌啊，别紧张，稳着点啊。哎，团长，来喝水。好，多的，就是打扮还可以，官人。真是，咱是个没这个心。哎，是啊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好，跟我们上场。好，好走。堂子里很火热，看来王宝钏会给剧团挣得到钱的。哦，后台不准抽烟。看来啊，这个月的工资啊，不用发愁了。我就不好看了，我不好看了，班长，我这出人，这我们那谁搞？我还有留着呢。你们怎么欺负我？我们不分场了，班长，班长。关木，关木，开场灯，开场灯。班长，后追，后追不行，不干了，不行，怎么样？班长，班长。观众同志们，观众同志们，请大家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有话好说，好说。团长，团长。请大家不要吵了，别要吵了，大家不要吵，不要吵。团长，团长，你们吵什么吵？哎，老头儿，打完工你要赔啊！大家安静，安静，有话好商量嘛。你管我们吼什么？你真是这个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怎么了？我跟你们说，你说。听他说。好，安静点，安静点。你们听着啊，你说。那听什么？那听。我从小就爱看川戏。哟，川戏看川戏有什么？就在这个堂子里边看啊。这堂子里边。从金皇后看到前皇后。哟。他从七岁起就上台唱戏，是我们下河道的川戏皇后。哟，这是。哎呀，这。我这辈子就爱看川戏。啊，你爱看，这你爱越看越爱看，我是越看是越想看。你哪个时候川剧不好看啊？说来怎么样？说川剧不好看的人，我们到对面茶馆去讲道理去，输了，我王爷爷开茶钱。哎，各位，王爷爷是我们的老观众了，像他这样经常看，看懂了。就会对川戏产生感情，感情，感情，又谈恋爱，真是。
花季的，就是有感情，就是要练嘛。我们当姑娘的时候啊，每回看着王宝钏都要流眼泪的呀。你那是过去，现在什么时候？80年代了。80年代怎么了？80年代也是有嫌贫爱富、见钱眼开的人呐。哼，我看了，到了800年代，我们都是要学王宝钏的。什么？让我们学习王宝钏去嫁给叫花子呀？你这是让我们守寒窑，去喝西北风啊？哎，你看他是不是宣传穷光荣？还有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对，效率就是生命，对。这个戏我们学王宝钏守寒窑18年，18年好戏，这也太不讲效率了嘛？是吗？这太不真实了，所以哥们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怎么？我们以为是红歌星跳迪斯科才把我们劝起来，对，让我们看这个，是吗？哎，广告不是写的传统川剧吗？川剧，传统戏，什么传统戏？老掉牙了，哎呀！你们自己没文化，不懂历史，就是不干。哎呀，我们就是不干。别吵了，太不像话了。钱团长，你好。哥们儿，姐们儿，你们在公共场所胡闹，违反了社会治安条例。再闹，本经理就要请警察了。对，魏经理，谢谢。魏经理，谢谢。我们是我们头儿组织来看的。算了，别说了。亏你们还是些时髦青年，穿着都是些时髦服装，就为了几毛钱瞎嚷嚷，简直是蚊子放屁，太小气了嘛！不愿意看的可以出去。至于票嘛，我看就别退了。本经理招待你们看录像。好，行啊，去，拿我的名片到阳光头那儿去看。好嘞。师娘走吧，剧场刘经理说我们今晚占用舞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，再不走就要增加场租了。关店长，欢迎你们都。爸，爸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？总是关心群众生活去了吗？
太高不许世人艳，空负了锦绣文章几多篇。知府，知府，你可不能寻短见呐！啊，你可不能寻短见呐！王宝钏守寒窑18年都未死，我还会去死吗？啊！我这是去捆窗户。完了，回家吧。完了。还没睡着啊？没想到王宝钏砸得这样惨。不能这样看，老观众还是很喜欢的嘛。还得争取青年，要不戏剧就后继无人了。我们的剧目太单调，缺乏吸引青年人的好戏。我们得想法搞出好戏，闯出一条新路来。路是有的。来，披上衣服，娘子风韵犹存，不减当年了。来，别闹，说正经的。我大师兄来信说，省上几个剧团都欢迎你、我、欣欣都去。人家端的是铁饭碗，全有保障。到那儿，我们可以发挥才能，你还可以唱几年主角，怎么样？感谢你大师兄的盛情，只是我不能走啊。为啥？我7岁进这个剧团，是师父师母师兄师姐把我拉扯大，现在剧团
面临困境，我身为团长，能一走了之吗？我不忍心呐。再说，省上几个剧团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再过几年，人老珠黄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那我就把骨灰撒在这里。先喝茶，师傅，消消气儿。气！老娘就是有气。师母，你老人家有气儿，就出吧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一上台就打翻天印，搞精简人员，先就拿你师父师母开刀。说什么退休光荣，我们老两口带头光荣，才光荣了三个月，连工资的70%都拿不到。我老姐姐，打我吧，是我的王宝钏不争气，卖不到钱，才影响了本月的工资啊。老姐姐啊，你就消消气吧。各位，各位，工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。嗯，怎么样？哎，师母啊，您就别太为难师姐了。你呀，真是个人精，只知道在外边捞外快，不管剧团的死活。师母，我要不出去，能把剧团搞活吗？您听着，我跟几家万元户经理商量好了，他们愿意联合包场。联合包场？包王宝钏？不，他们要看《吊孝思春》和《贵妃出狱》。哦，经理们说了，准备先包10场，每场1000元，总共10000元。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2个月的工资。师姐，你要是同意，就在合同上签个字吧。吊孝思春可是禁戏哦。禁戏？我们就是要敢于打破禁区嘛。刊物上不是已经出现性文学了吗？有的进口录像片，还有裸体镜头呢。哦，对了，几个经理还说，如果师姐和星星主演贵妃出狱，票价还可以向上浮动。
金彩虹。嗯，你这不是侮辱人吗？你，小青。演这些戏，能赚钱呐。好，师姐是个爽快人。签字吧。